警察，包围，追上他！ 我是林，你真的是林荫林局长吗？我有重要的情况向你报告。我就在春城分局，你随时可以来找我。我不去，不安全。现在是10:47，一个小时之后，南城光明路路口6号地，我在那儿等你。你如果真有什么情况向我报告，公安局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。 真的是像你在广播里说的那样，你就来见我。再见。 在此前，林荫从没来过凤春。调任凤春市公安局春城分局局长仅10天，除了去过一趟市局、一趟区委，几乎没有出过分局的大院。今天晚上，一切来的都这么突然。匿名的电话，神秘的见面地点，警察的本能提醒他。 那是危险的，不过，他的直觉也告诉他，他应该去赴这个约。 林局，这么晚你一个人出去啊？啊，我给你找辆车吧。不用了。
到了吗？我已经到了。你在哪儿？就你一个人？我一个人。我小马，我看见邻居一个人出去了。好，我知道。刚刚上任不到一周的公安局长，居然差点被人暗杀在凤川，你这个政委是怎么当的？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，会是什么样的影响？老百姓会怎么想我们？一个公安局长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他还能保护谁？这个分局我刚离开几天，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。市委蒋书记。他会不会知道？这件事吴志强您一个人做了汇报，蒋书记不会知道。蒋书记你好，是的，您都知道了。好的，好，我随时向您汇报。哎，邻居深更半夜的出去干什么？不知道啊。他几点钟出去的？这个我不清楚。知道什么？任局，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。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？那要等他醒来以后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才能知道呢。亲自抓。1378119841，这是我们新到任的春城公安分局局长林英的手机号码。林局长到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社会公布了他的手机号码。林局长公布手机号码的目的是向大家表明一个立场：公安机关会随时倾听民众的声音。那么今天的话题呢，就是听听大家的看法。好，这里是调频87.5，我是主持人韩峰。30秒广告以后回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楼上检查过了，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怎么样？咱俩
出这么大案子，你这大案队长上点心行不行？说吧，让我干什么？林菊，你醒过来了。这儿在哪儿？在医院。你还认识我吗？我是黄淼，政治处的黄淼。你想起来了吗？何政委，何政委，哎，何政委，林菊醒过来了。林菊，我是老何呀，何政委。哎，你别动啊！您干什么啊？回局里，回办公室。你现在不能出院呀。是啊，林菊，您现在不能出院，医生说了，您必须留院观察。没问题，我必须要出院。啊，服务吧。哎呀，不行。李亮，你去看看周边环境，看仔细点。是。龚伟，任局来电话了，让我们赶紧回局里开案情分析会。他对这个案子很重视，他决定要亲自挂帅来侦破这个案子。新局长被袭击，受重伤，老局长当仁不让，必须出面主持大局。再说了，任局刚升任市局刑侦副局长，这么大案子，他应该来抓。哎，有思路没有？我建议啊，先把这尸体运回到局里进行尸检，等报告出来之后，咱们再进一步查。嗯，好。林局，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个人去了那么偏僻的地方。我接到一个人电话，想要跟我见面。什么人打来电话呀？我不认识。哎呀，一个不认识人来的电话，你深更半夜就出去了，也没有安全措施，也没打招呼，这可真要批评你啊。现在咱们凤春的局面很复杂，我想这也是上级调你来凤春的主要原因。何政委，我相信林局一定有他自己的判断力才会去的。可我没见到这个人。没见着，这就怪了。我们发现你的时候，在你的旁边躺着一个男人，已经死亡。什么？什么样的男人？大约40来岁，外伤导致的死亡。具体原因还要等尸检报告出来之后，才能知道具体的死亡原因。带我去现场。林局，您的身体。马上去现场。好吧，去现场。哎，小马，案发现场是什么人都能进吗？这是我们大案队的案子。大案队不属于刑警大队吗？还是我这个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被撤了？这我不管。我们大案队的案子不希望别人插手。只要是刑警大队的案子，我就有权插手。你要是不同意，可以向局党委提议罢免。你别以为我不敢。赵队。实话告诉你，我这案子我就是不想让你碰，我还怎么说更清楚啊？这人谁啊？关伟。
去年12.13大案中立了个二等功，陈英清牺牲以后，他接任了大案队队长，性子有点急。那高个的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，叫赵明。林局，林局，您怎么来了？身体好点吗？林局刚苏醒过来，非要来现场，我们拦都拦不住。 林局，政委，现场我们大案队的人已经配合技侦勘查过了，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，正准备撤呢。我听说您伤得很重，应该在医院抓紧时间休息啊。尸检情况怎么样？报告林局，经过初步检验，死者是死于钝击伤。 凶手所用凶器应该和击伤您头部的是同一种钝器。要尽快查明死者身份。是，报告林局，死者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东西，但是我们会抓紧查找身源。林局，那个人为什么要袭击你呢？不知道。是抢劫吗？应该不会。 更多的谜团现在全部扭结在林音的心里。他用自己的意志克服着伤痛带来的不适，想要在这一簇簇谜团中找出第一根线头。他坚信，他一定会理出所有的头绪。何政委，那个赵明和关伟，他们之间有矛盾吗？林局。 其实他们俩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，分歧主要也都是在工作方面。您刚来，有些情况您不太了解，等时间长了，您慢慢会了解的。可我看着那个关伟对同事的态度不太好。啊，他这人就这样，您也知道，这案子一压下来啊，这心里总是有点窝火。不过时间长了，您也就知道了。啊。 其实他挺能干的，这刑警大队除了徐静安以外，也就是他了。何政委，您说是不是啊？哈，是有能力啊。刑警嘛，都有点个性。何政委，你是这么认为的吗？任局长这么说。 这事我知道了，这个事情很严重，我们正在调查。还有，啊，那先这样啊。林局啊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在医院里躺不住。躺得住躺不住，那不是你说了算，那要大夫说了算。快，黄明。哎，来，林局，没事，我自己来。慢点，任局，您坐。黄明啊。 你这个政治部主任的任务是怎么完成的？我知道我没有完成好任务，
您撤了我吧。任局，这不怪黄主任。哎，坐坐。林局啊，事情发生以后，何政委就向我做了汇报。上午呢，市委蒋书记也来电话询问了你的情况。上午呢，市局几个常委也碰了一下，鉴于你的身体情况。 所以决定呢，我临时代替你主持一下侦破工作。任局，不要争，身体是第一位的。再说你接替的是我的位置，刚刚到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儿，这不是冲你，这是冲着我来的。这也说明我没有把春城地区的治安工作做好，就升到了市局。 这也关系到了我的荣誉啊，所以我任大祥必须亲手破了这个案子，我要给全市人民一个交代，也给你林荫一个交代。谢谢任局，春城分局是您的老家，您是这儿的老局长。哪儿啊？现在你是这里的领导，你说了算，我只是临时协助你。 破案是最主要的。说真的，任局，我的身体是没问题。您看，我刚到任，就出了这样的事儿，案子是发生在我身上。我是一个公安局长，我一定要亲自破了它。不放心。任局，您看您这话说的。 哎，是我。什么？让他上刑警队，我亲自问他。林局，你昨天晚上出去的时候，跟什么人说过没有？我答应他，就我一个人去的。 你没说，可是有人知道。有人知道。我让人查了昨晚的总机记录，发现了一点小问题。林局，你要是撑得住，就来听听。我撑得住。 检查过了，里边什么都没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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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检查
林局是在昨晚11:37走出了我们局的大门，局值班室分局显示，在11:40有一个打出的电话。昨天是你值班，你自己说吧，这个电话你打给了谁？我打给赵队了。赵民？为什么？因为赵队说了，他说邻居刚来，得注意邻居的安全措施。我看见邻居一个人出去了，我就……你就通知赵民了。小马，你不要紧张，你也是警察嘛，说实话就可以了，相信组织会把这件事情搞清楚的。哎，我是给赵队打了一个电话，我就说邻居一个人出去了，要不要采取什么安全措施？他怎么说呀？他说他会处理的。小马，回你办公室待着，有事儿叫你。等等，没事的话就别出去了，一定要出去的话，记着和队里领导打个招呼。是。小马，关队，我刚才说话语气有点重，你别介意啊。啊，没事。我刚进局里的时候，也跟你一样，分不清东南西北。以后有什么事儿，你得找我。行了，关队，我先回去了。林局，你有什么意见？这个赵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说实话，作为春城分局的老局长，我不愿意怀疑我的手下。赵民从警十多年了，应该说还是个好警察。只是，怎么说呢？这还是要提起当时那个轰动一时的1213大案。在这个案件中，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同事陈云清，但是在后来排查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赵民作为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，和至今仍在逃的耿凤臣有过密切的联系。没错，他们是朋友。那他为什么还在我们的队伍中？因为在调查中没有证据证明赵民和嫌疑人有直接的牵连。那他至少也应该回避。是的。后来在调查耿氏兄弟的过程中，我们就不让他参与实质性的内容。可是毕竟我们在抓捕耿氏兄弟的过程中付出了血的代价。所以，官委他们一直有情绪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我建议，立刻对赵民进行隔离审查。林局，你的意见呢？我觉得不妨找他来谈一谈，先听听他怎么说。我同意林局的意见。好，那就这么办。方队，赵明，别把你的东西放我桌上。什么是我的东西啊？送这儿来就是你的。我的？什么东西？嗯，
案发现场附近的枯水井里找到的。你看，这上面还有血迹呢，你给检验一下，看有没有可能是凶器。这个锤子的钝角倒是和死者的伤口有些契合。行了，放这儿吧。哎，刚才官伟他们怎么没发现？这么严肃的问题你问他去，怎么问我呀？嘿，你这冲脾气，你呀，真不是个当干部的料子。还真让你说着了，我这个人对当官根本就不感兴趣。让我当这个副大队长，无非就是为了让我多干活。说实话，没准哪天我真就把这个职务给他卸了，专心办我的案子，那多好啊。你看，我说了一句，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又不是政委局长的，不听你诉苦啊。行了，等我检验完了以后再告诉你结果啊。谢了。赵队，任局和林局请你过去一趟。赵民呐，你有没有把昨晚林局外出的消息无意中透露给了什么人？有，但我不是无意的，是有意的。我关照过小文，要注意保护林局的安全。当他告诉我林局夜里要单独外出之后，我给110指挥中心打了电话，我希望他们通知当天的巡逻车对复杂地段加强巡查。任局，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太舒服，我想先回办公室歇一会儿。哦，晚上休息。林局，您先坐会儿。啊，王主任，谢谢你，我想一个人休息。我给您倒杯水。啊。您真觉得没事吗？没事，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。您可别硬撑着啊。那我先出去了。谢谢。其实林音只需要一点时间来对自己的思绪进行梳理，他相信谁，不相信谁。进来。林军，徐队，好点吗？没事儿。这是您的手机吧？我们在现场捡到的，您一直昏迷不醒，所以我们就先帮您保存着。查对方的号码了吗？查过了，和您通话的是一个神州行号码，刚刚登记买出的。对方的通话记录就只有一个电话号码，就是您的手机号。还有，这是您的配枪，万幸啊，当时子弹都已经上了膛了。我们的巡警发现您的时候，您的手里还紧紧地攥着这把枪呢。谢谢。任局让我们来给您做个笔录。我看您这身体，我们还是赶紧抓紧吧。早点录完，早点走，让你好好休息。行，咱们开始吧。
对于林音来说，这还是第一次，自己作为了询问笔录的对象，而且询问他的还是自己的下属。赵队，哎呦，小马啊，来，快坐。那个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什么呀？我觉得你特能承受委屈。谁说我能啊？我也不能，咱还没修炼到那个程度呢。可是做一天和尚，你不撞钟，那就不是好和尚啊，对不对？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，赵队。小马，这人活着，你只要是自己的心里头坦然，那就没什么可怕的。普通人如此，做警察的更是如此。赵队，你觉得新来的林局长这人怎么样？不知道。那你的直觉呢？还没有直觉。就这些了。就这些了。约你的人没有说他是谁？没有。他也没说要告诉你什么事儿？没有。那您就这么相信他？他当时跟我说了，如果带人去，他就不会露面。林局，昨天晚上您要是带上我们当中任何一个，这事儿也许就不会发生了。对啊，我们可以暗中行动，他看不到我们。是。好，林局，您看一下这个。你真的不认识他吗？还要我再重复一遍吗？可是当时，他就死在你身边。啊，看来林局还是不太了解情况。死者手中有一部手机，上面有你的手机号码，而且就是当晚打出的。这么说，他就是那个跟我通话，要约我见面的人。林局，现在您该知道为什么我们非要问您这些了吧？你们刚才说他的手机除了跟我通过话，没有别的通话记录了。那这就说明那是新买的手机，专门用来跟我联络。他身上还发现其他什么了？还发现了200多块钱。除此之外，就什么都没了。对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证明死者身份了。迅速查找尸源，这很关键。放心吧，林局，这个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。我看今天到点吧，林局，我们先走了，您好好休息。哎，等一等，跟你们说一下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回到工作岗位了。有什么情况要及时向我汇报。可是任局，任局那儿我跟他说过了，我现在的身体没有问题。任局协助指导我们调查，具体案件还是由我负责。好，放心吧，林局，我们一定及时向您汇报。当前的重点有两个：第一，围绕现场周围展开调查走访，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和物证。第二，尽快查清死者的身源。这两点如果有一点能取得进展，那我们的案件就有可能取得突破。
晚来风寒，不知你够不够暖。今夜你是否有青山不忍看你疲惫的脸，从未听到你说，你说愿沧桑容颜，苦涩艰难都你说，你说愿露宿风餐，总是天涯不绝缘。夜阑珊，分明有凶险，在前。